的话呢，其实就是从，美元折现图改成一个变两个嘛，哈，然后再来就是，美元折现图原来改成后面加一个二嘛，哦，那改它的栏宽，那人民币的话呢，变成说多加一个 R，OK，那这样的话，第一个、第二个，那最后的话要把它两个结合在一起，难度比较高了，所以一样把全部折现图哦，把它复制一下，然后贴到底下，哦，那贴上来之后的话呢，哈。可能要改的地方哦会比较多一点。第一个的话，当然呢，要把它们全部的栏宽都把它改成五啦，因为栏宽一定要全部，就是不要那么宽，有没有？width 后面要乘上五就 OK 了。可是如果你假设改这样的话，它出现的一定是只有直接，有没有？我把它全，哎，把这个名称贴过来，记得改个二，因为 sub 名称不能一模一样哦。OK 哈，执行一下，那它就变成这样了，就是变成全部都变成。比较窄，不会是十栏宽，哦，啊，再来的话要把这个放到这边来，所以呢，要把这个放到这边来的话，难度比较高了，哎，这边的话可能要需要做一个逻辑判断，判断什么呢？判断说它的编号，那编号由哪个来决定呢？由 i 来决定，也就是当 i 的数字为一的时候哦，它应该放在左边，当 i 等于二的时候呢，它放在右边，有没有？所以是奇数、偶数、奇数、偶数。那我们怎么样去判断说它是奇数还是偶数呢？哈，其实呢，这边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啦，不过这个方法哦，可能你们要稍微就是学一个就是判断奇数偶数的方式。那如果要判断奇数或者偶数的方式的话呢，那我们其实可以在 for 回圈的下面这个地方，可能要再写一个判断式啊。那判断式的话呢，哈，当然在 for 回圈下面 enter 一下哈，然后按个 tab 键，好，然后你就打一个如果，哎，如果它是奇数，那怎么判断 i 的值是奇数还是偶数呢？那特别注意哦，你可以用 i 空一格之后 mod 了哈，可能要再学一个如何去取得那个 mod 的话呢，其实在这边指的就是一个运算哈，有点像加减乘除啦，可是加减乘除结果，它得到的是。这个加减乘除的结，那 mod 的话是求余数，那求什么余数呢？就是 mod 就是除以多少的余数。如果 i 的值哈，假设除以二之后的余数呢，它等于多少？等于一的时候，哎，那表示它的奇数。那反之的话呢，就是 i 的值如果除以二，假设为零的话，那它就是偶数嘛，因为它可以整除哈。所以哦，利用这个 mod 哈。除以二的这个逻辑判断哦，然后我们后面再，然后要做什么？然后我习惯把这个结构先打一下，else 的话反之，好，然后 enter 再两下，end if，也就是说呢，如果呢它是奇数的话，哎，奇数就放这边，偶数就放这边，哎，那剩下来的话就是你把底下这四行程式哦，其实就是先放一个在这边，一个再放下面。那放的时候可能要注意哦，奇数的时候怎么做？哎，奇数哈，其实就这三行就可以，把这三行复制到这里。OK，哦，然后这四行的话呢，把它直接移动了，移动到 else 下面。那为了要辨识，好辨识的话，一般习惯会在这边把它按个 tab 键，让它下一阶，哦，让它下一阶。OK，好，大概是这样的哈。那你说老师为什么上面的那个，哎，奇数部分不用 k？等于 k 加十，因为呢，哈，如果你放在左边的话呢，它不用换到下一列；当它偶数的话，才要再换到下一列。所以特别注意哦，这个地方的差别是，在奇数的时候呢，只要三行；偶数的话多一行，四行，啊，多一个叫 k 等于 k 加十。OK，好，那理论上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奇数跟偶数分开来的，分别把它放。那再来的话呢，哈，如果你直接执行哦。它会有个问题，如果你奇数的部分呢是放在 m，可是偶数的话记得把它放在 r 啦，所以呢这个底下这边还有个地方要改，就是这个地方把它改成 r，偶数的部分哦再加一个 r，把它放在哪里呢？放在 r 栏的地方，那其他应该不用动了，所以其实基本上哦这样就改完了，OK 哈，所以哦刚刚主要是增加一个逻辑判断，判断说它到底是奇数还是偶数啊？奇数列的奇数的那个编号的话，那就是放在左边哦，左边的话是 m 嘛，所以其实决定它
放在左边还是放右边的话，就是由这两个来决定哦。那底下的话呢，放在右边的话是放在 R 栏的那个坐标 ，OK 哦。啊，底下那 K 的部分的话呢，当它是偶数的时候才加，其他不加 ，OK 好，大概完成了。完成之后，最后我们来乱乱看啊，理论上应该这样就 OK 了哈、哦。那如果你只要没有改，没有改错的话，那基本上应该 run 应该 OK， 我们来试试看好了哈。我先把旧的图先一样先删掉，好，删掉之后，然后我让它跑跑看好了哈，确定一下，看一下，一个一二三四有没有？五六七八九十，哎，没错哈。那最后的话呢，就再把它删掉，这样就 OK 了哈。好了，那所以哦，最后我把重点再回顾一下啊，其实如果要把它改成这个折线图哈，两个啊放置的方式的话，第一个哦，我是先这个怎么来的啊？其实很简单，直接拿上面这个来改啊，所以上面这个直接复制下来，然后加个2了啊，名称一定要记得改啊，所以第一个从全部折线图复制下来加个2啊。第二个的话呢，请你在把它的宽度全部先改成5啊，因为宽度不用那么宽哦，不用10栏，我只要5栏 ，OK 哈、哦。那再来的话，就是在 for 回圈的下面哦，增加一个最关键的，就是那个逻辑判断了、啊。那个判断可能要注意一下 if， 如果 i 这个编号呢，它除以多少的，除以2之后的余数啊、哦，除以2之后的余数等于1的话，那表示说呢，它下面要执行的就是奇数的处理。反之的话呢，那就偶数，所以一般习惯会不会先把结构先打出来啊 ，if， 然后 else， 那最后 end if。所以呢 ，if 的下面呢就是处理什么？处理那个，就是奇数的部分，奇数部分就是3行，把它复制哦。所以第一次是复制，第二次是移动，哦，把它放到这边啊。这个我习惯是把这3行按个 tab 啦，表示说它在 if 的下面做这些事情。哦、OK。然后 else 的话就是偶数，偶数的话就是记得多奇数一个什么呢，就是让它怎么样，让它有 k 等于 k 加10，所以刚刚这个是上面这3行，这个下面 else 的话是这4行，所以这4行全部把移动到 else 下面，然后按一个 tab 键就可以了。啊，最后记得有一个动作一定要做、哦、就是把那个 left 跟 right,left 跟 top 哦，这个地方一定要记得改成 R 啊，不然的话，如果假设你现在没有改的话哦，理论上它会叠在一起，而且只会看到的是什么？看到应该是偶数的，因为本来人民币应该放这边，结果你没有放在这边，而是把它叠上去，它就变成都放在 M1 的位置，所以理论上应该把它改成 R， 那它就会变成这样了，移过来的意思啦，移到这边来 ，OK 哈、哦、啊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把这边改 R， 先把它改成 R。那这样就完成了 ，OK 啊，剩下来的话了哈，其实那个删除图的部分不用改啊，因为其实也都一样。好，改完之后的话呢，最后再增加一个按钮，哎，这样就 OK 了，有没有？删图，直接就把它直接折线图。那当然你说老师，那如果两个可以，三个怎么办？三个一样嘛，如果你假设要三个啊，真的也不恨了，难呐、啊，就变成说你可能要在这边 i mod 这边 mod 2对不对哈，就两个。如果你要 i mod 的话 ，mod 3的话，那就除以3的余数，除以3之后的余数的话，那有可能还是有3种状况，一种是余1，那放第一个，余2的话呢，就放第二个，那最后整除0的话，那就放第三个，所以逻辑判断会再多一层呢、啊。OK， 哎，这样其实就可以，你如果懂得怎么样把那个哈、哦、数据图像化哈、哦，那其实对于做决策判断真的非常非常的棒，像现在很多金融业有没有，他们现在都资料都数位化，但是呢，他们如果假设不会画这个图的话，或者是说你用人工来画，哇，那不得了了，一定会非常浪费时间。所以现在金融业有个很大的冲击，就是必须要结合这些东西，但是他们很多人在学校没有教程式，所以、哦、我遇到很多人，像最近政大的什么 MBA、EMBA 吧，他们也 邀请我去教他们这些东西，因为他们不会啦 ，OK 哈，好啦，所以请各位试试看哦，把刚刚的这个全部折线图改成全部折线图2的部分，那这个程式码因为比较复杂啦，所以我一样有把它放在那个
云端白板上面，这个的话应该你们要找的话啦齁，可以到那个云端白板第四个单元里面的外汇吧齁，这个吧，外币汇率资料下载之一啦齁，之一这个地方，那就也是一样，全部折线图嘛齁，这个是全部折线图的部分。那全部折线图二的话呢，应该是啊在这里，全部折线图二在这里，一模一样，我刚刚改的，而且我有把它的颜色涂上去。好了，画面先还给各位试试看齁，在云端白板上面的应该是第八页的地方，好了。